最近戚薇主演的电视剧《北京女子图鉴》正在热播，其中戚薇饰演的陈可在北漂过程中遇到了很多艰辛，引发了许多北漂一族的共鸣。4月29日，戚薇在微博晒出与女儿 Lucky 的背影照，称在五一假期母女二人追自己的新剧，还梳着母女头，女儿只要看到梳着双马尾辫开工时的戚薇，就会叫戚薇妈妈姐姐。戚薇称很喜欢这个叫法。戚薇与女儿母女二人扎着同款双马尾，戚薇穿着花色桃心衣服，女儿穿着暗色系格子衣服，两人在小沙发里正拿着平板电脑认真地看着戚薇的新剧，母女俩神同步，真像是一对姐妹花。据悉2014年9月，戚薇与美籍韩星李承铉在美国举行了婚礼。2015年1月，女儿 Lucky 在加州医院出生，女儿是中韩混血儿。戚薇和李承铉婚后非常的低调，鲜少谈及女儿，两人高颜值的结合也迎来了很多人的祝福。网友也纷纷评论道，两个小公主嘛，两个小姐妹 Lucky 宝宝，妈呀妈呀，太可爱了，妈妈姐姐，我 Lucky 小公举，母女姐妹花，哈哈，神同步。